召大将军回京述职，然后暗示大将军拥立安乐侯。这次我们不但要捞个禁军统领，可以教训教训兰恩和邝杰这两个人。大将军他称病不出，他在待驾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娘娘您应该纡尊降贵去求大将军。本宫是来求你的，我们同享富贵，永不相欺。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，美人关，再中视。